起风衣，戴上口罩和墨镜出发。整个城市的小学、中学，全是我的天下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神出鬼没是我绝招，只为见到塔罗丽塔。这不是犯罪，虽然猥琐、鬼鬼祟祟，但这不是犯罪，仅仅是追求心中完美，不会去犯罪。压抑着心中种种污秽，也不去犯罪，不会去犯罪。你就算追问半天，我也不会跟你说话。那样的美好事物无法用语言去形容，就像黑暗中的灯塔。